看晨曦跟温爸相处得多好，以后啊肯定是个好女婿。这么推销他干嘛呀？你到底站哪边啊？我实事求是嘛，反正我以后啊只认定他这么一个姐夫。我还没认定呢，你急什么呀？那不得急吗？你知道当时可逗了。哎，陈奇哥，你有没有职业道德呀？你怎么能随便偷拍人呢？放心吧，你们俩怎么拍都好看。哎，正好趁着今天那么高兴，我们拍一张全家福吧。好啊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角度和选景我要先想一下。比如说，陈杰，干嘛呀？我们要准备拍照呢。过两天什么日子？过两天，不过节不过年。谈个恋爱把智商谈坏了，你再想想。林夕生日，打算怎么过？行啊，鬼点子挺多啊，教我两招呗。你们俩干嘛呢？快出来拍照了。别忘了啊！来，哎，来了。OK 了。哎，我们拍全家福，你们别说话，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